升机教程，拼搭大颗粒积木直升机。第一步，先搭建直升飞机的机身。第二步，继续搭建机身主干部分。注意哦，直升飞机由56个大颗粒积木组成。第三步，搭建驾驶窗部分。直升飞机由87颗粒战斗飞机拆卸重组而成，是菲乐品牌的积木。第四步，搭建机身和机顶部分。积木拼搭有利于孩子发挥想象力和提升专注力哦。这个是旋转组件，螺旋桨的关键部分。第五步，搭建螺旋桨。螺旋桨的大叶子。大颗粒积木教程不断更新，喜欢可以点赞关注哦。第六步，搭建直升飞机的机尾部分。你们知道直升飞机由多少颗粒组成吗？知道可以告诉我哦。第七步，继续完善机尾。第八步，连接机尾。第九步，也是最后一步，连接机尾和机身。下期再见。